要用很短的时间一起来借着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第一首歌要唱的是天父我敬拜你，唯有我们的父是值得我们敬拜的。为什么值得我们敬拜？这歌词已经写明了，因为他为我们赐下生命，可以供应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，在他右手有永远的福分，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我们一起来赞美他。Yeah.